7月21日，浪琴表在上海发布全新康卡斯潜水系列尖晶腕表，优雅创造官新生代国际男团 Into One 全团开启夏日舞台，诠释优雅风尚。腾讯视频、腾讯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Into One。是永恒，也是瞬间。以前的时间给现在的我勇气，为以后无价的。时间很宝贵，时间是生命吧？那时间就是金钱。时间像一棵树，它永无止境，给你很多的体验。时间是有限，连接因果的桥梁。我是爱丽丝大叔，现在我在优雅碰撞夏日现场的发布会现场，可以看到是一个金刚质的一个材质的一个腕带，以及首次出现的一个双色的一个系列，它使用了一个 PVD 的一个涂层材质。那么这次双色系列会有一个渐金，还有一个渐玫瑰金的一个感觉。不断的探索自我，优雅是全力以赴，优雅是不畏挑战，优雅是温柔的融合和和谐，敢于创新和融会贯通，不忘自己的初心，勇往直前，海纳百川。优雅就是内外兼修，觉得也是一种温柔。遇到一个好对手，